你是想想的吼，伊家己较有迄个足球爱，啊，伊就家己插讲啊，三岁啊，啊，无安行咧倒伊家插。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努力的小女生，她每天都会跟你讲说：“阿姨你好漂亮。”然后很多阿姨就很喜欢她，大家为她做了很多事情，都觉得很值得。我自己做的。 往前三步就可以休息了。